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Dark Hugh。昨天我的影片上了 YouTube 最热门影片，每日最热门影片的 Top One。OK，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过程，希望也可以帮助一些想从事影片创作的一些朋友们，可以有一些不同的交换一下意见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时事。跟上了一个时事的话题，大家对一个全新的时事会有好奇心，就会去搜寻，就会去了解，或者是收集资料，不管是想要知道它好不好玩，电影好不好看，什么的相关资讯，大家很喜欢搜寻，所以跟上时事话题是第一步。OK，第二个诀窍就是 tag，掌握住 tag，你就可以掌握住大家搜寻的东西。当然，最常用的还是在 OK，这个就是 Google 的趋势，它可以让你了解近45分钟热门的内容有哪一些。OK，第三个话题性，什么叫话题性呢？落差，好吃不好吃，好玩不好玩。OK，以上3大要点掌握好，你就可以创造100万流量的影片啦。嘿嘿，其实我讲的这肯接下来讲的那三个要点，并不是说照着做就一定可以创造出百万流量，而是说它是我这次创造百万流量的一个经验分享，跟各位 YouTuber 交流一下。那当然，假如各位还有需要补充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希望对你有帮助，也希望对。你也在拍片的你有帮助，OK？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啦。所以呢？